再过三天就即将迎接中华民国113年国庆，今天下午在总统府前也紧锣密鼓进行豫园彩排。先有五架永鹰机队是低空冲场，为豫园展开序幕之后，紧接着由北一女中乐仪旗队率先登场，展开一连串的精彩演出。一起来看一段稍早的精彩画面。好，可以看到北一女中乐仪旗队精神抖擞，加上青春洋溢的神情，搭配下午阳光普照的好天气，为现场民众是带来赏心悦目的画面。接着也是现场民众非常期待的国军联合乐队暨山军仪队，一登场就带来军歌和国内外知名进行曲的主曲。一队配合磅礴的乐音和打鼓的节奏，呈现精湛枪法和队形变换，壮善的军容还有整齐划一的严整性，获得现场民众的肯定和喝彩。而今年的国庆在空中动态的部分，将再次由陆军 CH-4 拐运输直升机吊挂巨幅的国旗，搭配国歌的演奏，并且由雷虎小组以7架的 AT-3 教练机，在活动压轴时以蓝白红三色喷烟飞越总统府的上空。而由于 AT-3 教练机预计接随着永鹰机的交机进度而逐步除役，航空迷们也互相走告这样的难得机会，因为将会拍一次少一次。